山东青岛澳门周昨晚在青岛开幕，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黄柳泉，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陆志远、副省长邓云峰出席开幕式。 山东青岛澳门周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年在内地举办的首场大型活动，澳门特区多个政府部门、企业机构和商会社团参与，内容包括经贸洽谈、大型路展、旅游推介、美食推广等。